狼族昨天上热榜了，你们就去看看下面的评论。等我一下，这是那只豚鼠吗？艾特一下那只豚鼠吧。豚鼠这里啊，你点进去。你们看个热点，我被溅了一脸血。最后那个博主被你们炸到，专门发了条视频。我出的是北方的狼族，不是南方的豚鼠。哇！然后我看到大家都在搜什么南方的豚鼠，官方爸爸。我今次又做咗啲乜嘢啊？这次是北方狼族先出的手啊！南方豚鼠申请出战。我在出差啥道具都没有，我尽力了。三更半羊烧烤店送两根菜过来，说我在酒店买了只兔子。就这样。